感情吧，至尊宝。干嘛那么认真冲动呢？姻缘呢，上天安排的最大嘛。晚点遇见你没有关系，但愿余生都是你。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患重感冒，打着喷嚏发狼烟风沙口，爱情将军少饮酒，前方的路不好走，我在家中观众晚上好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刷到这条视频的朋友请点赞关注。同时作为一个很皮的小姐姐要告诉大家，熬夜对身体不好，建议各位通宵。再见。放屁，你看我。陆源，嗯，你和猪有没有区别？没有。有。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你爸妈知道你是傻子吗？不知道。第三个问题，你傻还是我傻？我傻。我不回答你们俩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你有我蠢吗？没有。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泰国妆容。首先眉毛要高要粗，然后涂上亮亮的眼影膏，画完眼睛就可以变漂亮。喂，真漂亮。眼线，修容，超强高光，红脸蛋，
最后嘴唇一定要厚。萨瓦迪卡，给小星星。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的风雨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爱就像患者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。什么取关了那一个人，你快点给我关注回来，我本来有10个粉丝，怎么剩9个啦？老婆，我只想参加婚礼，这一婚礼上有你，我害怕被瞧不起，所以我开着玛莎拉蒂。老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抖音上的小姐姐，爱你哦，比心。好 OK， 什么都答应你，领教你的小脾气，别怀疑，我爱的就是你，确定比你更坚定。好 OK。宝宝你别生气，喜欢你漂亮眼睛，别怀疑，我要的就是你，确定比你3 2 1。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花，我手拿流星弯月刀，喊着响亮的口号，前方何人报上名，有能耐你别跑。누구나사랑을잔다는건아침에눈뜨는3 2 1。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患重感冒。这是我们新来的同事，好不容易加了微信，我要怎么和他说呢？喂，你好。喂喂，你好。这样会不会有点直接啊？哎，我给他唱首歌。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。算了，我还给他跳个舞吧。在吗？有有。他睡着了。